嗨，各位，欢迎来到新的 Vlog。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嘉宾，他也不算特别的嘉宾，他其实蛮常来的，就是我的双胞胎哥哥仲贤。他前天才跟我说，明天我要去纽约，但没有关系，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还是排开了我所有行程要去见他一面。然后我们今天很好笑，我们前天在瞧说要约几点的时候，他跟我说，那我们就大概约什么11点，怎样怎样怎样。就他昨天一到呢，就吃什么麻辣香锅，然后在家里看那个《甄嬛传》的过年24小时大连播，看到3更半夜才睡。就我现在几点呢？下午2:40，然后我站在这边还在录 intro， 他现在刚上地铁要过来的路上，但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的行程就是很 chill， 我们也没有要干嘛，甚至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所以反正就是很好笑。从早上约到现在，天都快要黑了，我们才要出门。但是哥哥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赶快出门去找他吧，走。哇，哥哥。睡到下午的人，我跟你说，大家真的不要轻易看《甄嬛马拉松》。我要跟大家报时一下，我现在2:53。我们一开始约11点，然后后来就越。我同时一直在跟他延期，我就跟他说，还是我们改中午。他说好啊好啊，然后他说我们改1点好了，最后说1:30，然后想说太好了，这样我可以慢慢来。就到1:32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回我，然后他也没有已读我的讯息，我想说一定又睡着了，但没关系。我就一直在滚动式调整这个约的时间，感觉会激怒很多一些就是需要照行程走的人。我想到行程了，我现在决定带他去喝一家，就是今年冬天纽约突然爆红的热巧克力店。但今天没有很冷，我今天里面走穿短袖而已，搞不好排队就不会那么长，去碰碰运气。但如果还是有排队，就不要喝就算了。到了，就是这了。嗨大家，刚刚进的那个他好像不是那家店。我们刚才点餐的时候点，他说你是在找那个特别的 hot chocolate 吗？对，后面。哦，是这里，果然大排长龙。好可爱哦！我点的是一个上面有饼干的，这两片是饼干的。这是抹茶。哥哥点的抹茶。各位观众，有些人就是这样吼。他刚有个菜单，然后上面就是所有的热巧克力，然后有很多 option， 就是你可以加饼干啊，干嘛干嘛。偏偏旁边写了一个 special matcha maro， 我就加了饼干，然后旁边就有 special flavor， 然后他就想说，哦，我想要点那个，因为它上面看起来就是很像热巧克力，然后撒一些 matcha。我们刚刚在那边闲聊，我说，该不会你那杯拿来，然后是一杯热 matcha 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不会吧，应该就是热巧克力吧？这样就是只卖热巧克力吗？结果他现在喝到，他都已经我是一半了，我是一半。我一直在那边说，很好喝，很好喝，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很关。呛的跟我说，就怕我们都已经喝到一半的时候，他来品尝一下我的，他就说我的不是热巧克力耶，对，所以他就是从头到尾喝了一杯就是不知名的物体，对，对，然后一喝起来也不是麻将，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说好喝，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直到上一秒我们才厘清，好酷啊！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喝完了热巧克力之后呢，因为这一周是这一周上市嘛，反正就是那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很想去看到他本人，我就约了洋洋说，要那我们带他去 Apple Store， 因为现在只有美国，反正 anyway 我们就想要去看一下实体长怎么样，4200块美金的商品，陪哥哥看他的梦幻艺品，我是不太 care。他刚拍他的 Vision Pro 的那个 demo 的 demo 的一个时间，那因为还要在1小时，所以我们又跑出来逛了一下这个地方。现在在 Le Duy，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反正就来吃个马卡龙消磨一下时间。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吃甜食，今天好甜哎！觉得有健身人可以这样吃甜食，就要趁年轻血糖超标之前，要本钱收敢吃，再过10年就不能这样再过生日。时间到了，我们再度回到 Apple， yeah， 要陪他去做他的 demo。我很期待，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开箱影片了，然后嗯哼，很期待自己来体验。OK。哥哥在体验完 Vision Pro， 我们要搭公车去找马克还有伊莱会合吃晚餐。到了，为什么上次软下来了呢？嗨，拜拜，晚安，下次见喽，下次见喽，我大概下个月会来吧，要常来哦，好了，拜拜。
结束了鱼哥哥快乐一天，我们要回家了。嗨，各位，今天是一个很 random 的晚上，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去听音乐会。什么音乐会呢？就是一个 candlelight concert。我在 IG 上面刷到这个广告，我之前也看到很多次。他们好像是一个常常办音乐会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团体吗？机构、公司，常常会有不同的主题，有时候会是大编制的团体，有时候只是几个乐器的重奏这样子。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舞台都会被很多很多的蜡烛环绕，所以让氛围很美这样。然后今天这个很特别，场地是在一个教堂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到了再拍给大家看。走，先出门。Hello， 打扮好了吗？不是拍完了吗？然后就传那一次就再也没有。嗨，各位，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吃晚餐。我们今天要去 K-Town 一家我之前看到 Michelle Chow 我很喜欢的一个纽约的 YouTuber 他去的，我记得是我看到然后我就截图传给马克说这在哪里，然后他就说哦，这个餐厅在 K-Town 啊，很漂亮。我们就说哦，下次一起去。所以今天呢他就订了一个位置，但是订到很晚，晚上九点。因为最近冬天嘛，每天都穿得很丑，就是只为了保暖，很久没有好好打扮。我们想说那就借着机会好好打扮一下，然后去吃个晚餐。但是今天还是很冷，选了这一天吃晚餐，结果今天零下一两度，里面穿得再帅，等一下还是要加一件大外套。今天 OOTD就是这个我去年生日穿的西装。好，现在又快迟到，我们赶紧出门吧。准备好了吗？啊，好帅哦！哇。大家看一下，今天很冷，但我们还是爱睡不干，然后皮水的穿得很帅，听得懂吗？什么？爱水不怕流鼻水，爱水不怕，就是在形容那种天气很冷还是穿很辣的女生。我们今天就是那样子。嗨，各位，现在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已经下班运动回来，吃完晚餐了，我们现在要准备再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熊杰的生日 party。 大家应该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然后充满热情的灵魂，大概是我手指数得出来对双鱼座有好感的其中几个人之一。所以现在不管礼拜一刚下班回家多累，我都要再出门去祝他生日快乐。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Happy birthday！ 谢谢你们。大家知道外面现在几度吗？现在零下三度。他突然这样来，对，真的是零下哦。你是不是搞错 assignment 是什么？这是熊杰的生日，不是我们要去clubbing。我从上班的地方直接过来。你穿这样上班？然后没有，然后刚好路过健身房。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嗨，各位早安，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其实也不早了，已经过中午了。我们现在人已经在曼哈顿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因为他下个月要去西班牙出差，就要买一些适合律师穿的衣服。对，我们就想说啊，我们也很久没有去逛 SOHO 了，那不如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就去逛街。但去逛街之前，他都说要不要去吃一家他家附近开了一个 brunch 店，叫什么 Banter。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去吃午餐的路上，那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吧。吃完了，好吃，好无聊的 vlog。 K
天也快黑了。对，现在已经要3:30，天又快黑了。现在还是在冬天，过着追着太阳跑的日子。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快要3:30才要去逛街去。今天很漂亮，我就一直在拍照。我们两个都很久没有发 IG 照片，想说趁着机会来拍一拍。然后现在要去一家，他说怎么自己跟大家讲，有一家叫 Dorate 的抹茶店，就在这附近。我们决定去看能不能进去，因为今天是礼拜六，进去的几率大概会很多，也是不高，所以就先去看看。反正买衣服都可以再等，但是这个太阳一个眨眼就没有了。对啊，这个 Golden Hour。大家一定想说，你们已经走进去 Gentle Monster 就100万次了，每一次的 vlog 来到 SOHO 都一定会进去逛一下。为什么要再去逛？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前几天呢，大概上个礼拜吧，跟他去配眼镜，因为他之前把他眼镜丢掉了。然后他眼睛的问题呢比较特别，就是他前几年突然开始出了很多眼睛的问题，就是青光眼，眼睛老化的比他同年龄的人快很多。美国你不是像台湾一样，你进眼镜好像就可以直接随便配眼镜，就是你都需要有处方签。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眼镜跟隐形眼镜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难买的东西，所以他就有 prescription。 他上礼拜要去配眼镜的时候，就去一个眼镜行先挑框嘛，然后再配镜片。店员看到他的 prescription 都吓一跳，想说你几岁，他说 Who's this for? Yeah, you? 说你怎么会有这个 prescription? 所以他必须配的镜片就是那种 progressive， 就是一个镜片上面是看远的，下面中间是看近的，下面是看什么的。对，在那个眼镜看书的时候就要这样看。如果我的观众你们大家都是台湾人的话，大概知道眼镜的一个天花板价就是在那边。可是他那天配下来你们知道多少钱吗？1200块美金。别提了，一个眼镜它配下来36000块台币，我就觉得很惊人，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吧。台湾你不管选再顶级的框跟再顶级的镜片，我猜应该都不会到这个地步的贵。然后因为他今年年底可能会去一趟台湾，我都说不如先去挑一个你喜欢的框，现在就先买下来，等到今年去台湾的时候再把眼镜配一配，就以备不时之需嘛。我也可以体验看看台湾的这个产业有多便宜。所以刚刚我们才去逛了一下 Gentle Monster， 跟大家讲那么多也不知道大家 care 不 care。 你也知道我就是很爱聊天，跟你们 update 一下他眼镜的状况。所以我们刚刚就被 Gentle Monster 分心了，然后现在要继续前往抹茶店。就是喜欢这样巨细靡遗的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在干嘛，即将要干什么，等一下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到了，各位，我们现在刚买完鞋，刚刚经历了一段，就是他想要去吃一家乌龙面叫 Rock。 我的 vlog 里面应该也出现好几次，就是每次到这边，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想吃的东西。可是我就打从心里觉得根本拍不到，也不可能进得去，所以我刚整段就没有拿相机出来，结果果然进不去了。等的时间要一个小时，可是因为他今天穿很少，所以我觉得如果等一个小时的话，他应该就已经会变成冻死骨。所以呢，吃不到乌龙面，我就决定要去吃新开的四海游龙，从乌龙面变成台湾的锅贴，有没有很 random？ 反正他就是在纽约前几个月开了一家，前几天我发现第二家店开在他家附近，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想去吃，我想去吃，我想去吃。刚刚进不去乌龙面，我想说，还是我们去吃锅贴。他迫不得已，无奈就说，哦，好啊，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吃锅贴。到了，到了，四海游龙。我们又点了一桌子菜了，但是每次来这种地方都会点太多。小笼包、锅贴、馄饨汤、豆浆红茶、小菜、绿浓汤、冰牛肉面。
嗨，各位，我们刚刚吃完锅贴之后回到马克家，坐着看电视看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即将去前往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不如就你来跟大家说是什么吧。要去一个在 SOHO 一个酒店地下的 Speakeasy。Speakeasy 中文是什么？就是那种隐藏式的酒吧。然后那个 Speakeasy 感觉特别难订，我定位的时候我还要发 email 给他们，他们还发了一个 form 给我要我填，然后要把我信用卡上面全部填上去。我们今天就一直在想说，你会其实已经被诈骗了，叫他看他那个手机那个银行的 app 有没有被盗刷一些什么 Chanel 包包之类的，但目前为止是还没。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在等我们那个预约时间到，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出门去看这地方到底有多神秘。就是这个小门在一堆垃圾的旁边，我们进来了，从一个饭店的后面的货梯。直女 bar， 然后去的女生都超级正 ，model 等级，每个人都比我高，然后身材超好，打扮超漂亮，妆很完整。有些人有跟男生约会，有些人没有，就是感觉就是两个女生就天上那种。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就一直觉得格格不入，就是那边也没有奇怪，可是我们就是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不属于这里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喝完一杯酒就决定说，那我们走吧。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纽约今天晚上温度骤降，这是大概二月前几名冷的晚上。刚车又很难叫，我刚刚在路边大概十分钟，现在就是手已经都失去知觉。他今天穿太少了，他要回去加个衣服，然后我们要去 K 跳唱歌。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对，去我们该去的地方，做我们该做的事，走。昨天或前天是元宵节，但是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Steve 在通勤西雅图到纽约之间，所以为了他延了一天。我们今天要比起到对比家去搓汤圆跟做龙须糖。今天非常的冷，刚刚去拿这些外送回来，脸已经失去知觉，好香哦。他们现在试图在做龙须糖，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然后蛮失败的，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做的人，我觉得很聪明。每个人都很 struggle， 现在很努力要把它从我手上拿下来，完全弄不下来。好玩吗？不好玩。Hello， 嗨，下班。嗨，今天看谁来接我下班。
思杰还有 Leo， 这也是小分队的概念。小分队，大家看到前面的片段，就是我去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他那天就是跟个花蝴蝶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招待，所以很忙。然后我们今天也很久没有好好聊天 catch up 一下了。你也知道他是双鱼座的，所以就是水座的女人，很多心事想要分享。我们今天就是约了一个雨天要来跟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来好好 catch up 聊个天。可是我真的觉得牡羊座其实更多情感，有吗？跟你在。是我们在谈心前，你要先把肚子填饱才行。耶、yeah. ！吃完了，吃饭的时间果然不够聊。吃完很渴，就要再去喝一杯。带你们去一个 secret bar。他要是混 East Village， 跟这边没有很熟，但他很强。谈过几次恋爱？嗨各位，现在是礼拜五，我们刚下班，今天上班很忙，其实现在非常的累，我们现在又要去剪头发了。你们 是不是觉得很快？但是上个影片我虽然开头就剪头发，可是影片之后我大概拍了两三个礼拜，现在又是两个礼拜过去，所以其实中间真的隔了一个月，我整个二月是没有动我的头发的。现在是3月1号，我干嘛解释？因为很快又怎么样？我就是很爱剪头发了，还有谁不知道？我原本是约昨天礼拜四下班就要来剪，然后艾凡那时候本来跟我说好，隔了没多久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 ，double book， 可以把你改到礼拜五吗？我说没关系，那就礼拜五来。结果昨天下班之后我就没有来剪头发，我就去运动，就运动到一半 ，Derry 就传讯息来说，听说你今天本来要来剪头发，不好意思，现在是我坐在这边，就是我害你本人没办法今天剪头发的。所以原来跟我约同样时间的是 Derry， 那群西雅图班的人在我的推荐下，现在也每个人像是 Andrew 跟 Derry 都来找 Ivan 剪头发，他们也都剪得很满意。这种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哦天哪，我真是一个 influencer， 我真的 influence 到他们，感觉很好玩。讲完这个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现在快到了，辛苦工作了一周，终于来到周末了 ，Let's go。拜拜，剪完了，跟上次一样，在留长的过程中，我的目标呢是把刘海留好，大概这个长度，大概还差一半，可能还有两三个月的路要走。那今天也是 Friday night， 所以我现在剪完头发要去找马克、Andrew 还有 Derry 他们喝一杯。他们本来说要去吃一个烤肉店，结果他刚刚跟我说那个烤肉店人满为患，要等3个小时。在去吃饭之前，要先去小酌一下。我觉得这个影片最后应该就会结束在这里了吧。今天是我的 Friday night， 那我上片的时间应该也是台湾的 Friday night。 如果你也是在周末看到这个影片的话，那就祝你们周末快乐， Have a great weekend。嗨大家，如果你有看到这边的话，就把这段当作一个小彩蛋吧。因为我发现在录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很想要感谢大家在我上一次影片的所有留言，就算只是你们少少的几个字，短短的几句话，都给我了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特别想要再录一段话感谢大家，就是我觉得啊，如果我没有讲的话，我一定会后悔没有在这个 timing 跟大家说。那些留言真的 means the world to me。 我周围亲近的朋友像是大表姐就知道，在发上一次影片之前，我有多紧张跟多忐忑。因为我觉得天哪，我这么久消失会不会回来已经真的没有人 care， 大家就觉得说啊，你那么久不见不等你了，有很多的不安跟焦虑。虽然他们都说不会啦，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真的要重新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紧张跟害怕的。那很高兴大家都还在，愿意在留言区跟我讲这么多话，我是真的很感动。也没有特别其他要说什么，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现在的心情再录成一个小画面放在我影片的最后，可能就当个彩蛋。我也想要给我自己一个任务，就是上一次的影片我想要一则一则全部都回复。我通常都是在发影片的前一天开始回复这些观众的留言，所以如果你在上一支影片有留言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得到回复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我的回应的话，欢迎在现在你在看的这影片下面留言，我应该还是全部都会回，也没有其他特别要说的。那如果你有看到这边这则小彩蛋的话，就是还是一样感谢你还在这边跟我一起分享我的生活。一样，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一次见，拜拜。